大家好，下面介绍缎带封面机的使用方法。首先，托贴牌组装好，接上气泵，打开电源开关，加入热熔胶。封面台入口高度，根据封面条的高度调好，大约封面条0.5毫米。封面条放入切刀口，封面条出口高度根据封面条的高度调好，大于封面条0.5毫米。麦控仪到达设定的温度。打开电机，下面开始封边，直线封边演示，板材压住行程开关，送带，板材离开微动开关，断带，曲线封边，把这个红轨拆掉。踩一下脚踏，开始送带。封边完成前，踩一下脚踏，断带。